没，这点单的都是个宅屁股，你知道吗？不会是他吧？不会是同一个人吧？嘿，他是钢铁人吗？为什么他没事，我摔车了？哟！我们玩这个台湾驾驶模拟器有开，这是 Uber E 吗 ？All right， 上线。您的 Uber E 上线了。好了，我们要配送哪里呢？哎呦，我这可以打人吗？好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工作室来配送。Let's go。今天天气感觉还不错。Yeah， 今天天气还不错。Let's go。今天是个好的上班日 ，All right。希望今天的订单多一点。Okay, I know, I know。All right。What？ 哎，yo， man， 我这不能往后退吗？嗨 ，OK， 我们到了，我们到了。哦，第一家是甜不辣 ，All right， 我喜欢吃甜不辣。嘿，老板 ，Give me my 甜不辣。All right. 送的餐点。All right, thank you. 谢谢老板。哎，还有时间限制。God damn！ 哎，这个人是怎么样？这个人是要搭便车吗 ？Hello, what's up？ 你好，这是你的碗，辛苦你。啊，我已经到了。What the hell？ 你就在隔壁，这个懒惰屁股，懒惰屁股，你不会自己去旁边买啊？你在整我吗 ？Yo！你在整我吗 ？F you， 穿条纹的宅男 man。What the hell？ 没有，他是在玩我。希望今天一切顺利。希望一切一点顺利。我今天很不顺 ，God damn。这边是西门町吗？没，下一站我要去哪 ？All right。We cool， 我们很快。Man， come on， 走啊！红灯干嘛停？桂林路 ，man， 桂林仔在这边吗？All right。这是有外送的餐点。Okay， appreciate。臭豆腐 ，OK， 我放一臭豆腐。希望今天的订单多一点。啊，我在努力的 ，Come on，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about？ 没，这点单的都是个宅屁股，你知道吗？不会是他吧？不会是同一个人吧 ？All right。嘿，他是钢铁人吗？他是钢铁人吗？为什么他没事，我摔车了 ？Yo， damn， all right, Iron Man， this is your 餐点。你好，这是你的外送，如果满意的话，请记得再给我五星好评哦，谢谢。这么快就到了，谢谢。Oh my God， she's so cute， man， 哎，她很可爱，嘿，你有 IG 吗？还是你有电话号码？没，怎么都这么近的地方没有一点挑战性，你知道吗？哎呦哎，你们不觉得我的技术非常好吗？完全是胡说八道！呀，对，又是这个臭哦，臭臭锅 ，Man， my girl， my girl， hey， 为什么卖臭豆腐可以这么正 ？My girl， 这是有外送的餐点。All right。这是臭臭锅的臭豆腐 ，right？ OK， Thank you, my girl. Then, by the way， 我可以吃你的豆腐吗？恶烂 ！Oh my God！ Oh my God！ My girl！ My girl！ 工作比较重要，工作比较重要，求！新的一天开始，工作比较重要。你们在讲什么？我没有逆向 ，Come on， 我知道交通规则。这次又是哪个宅屁股要吃东西啊？哈！吃东西叫外送，
哪个摘屁股，哪个懒惰屁股。有有有，求求求！你们在讲什么？我没有逆向 ，Come on， 我知道交通规则。嘿嘿，您的餐点到喽。哎，为什么这游戏的女生都长得那么漂亮？为什么 ？Why？这是你的外送，谢谢。这么快就到了，谢谢。谢谢你，懒惰屁股。那好的话，再给我五星好评哦，谢谢。你们知道这样骑蛮没挑战性的，对吗？哎哎哎，注意一下交通 ，Come on！ 你们会不会开车啊？又。哎，往前开啊 ，Come on！红灯不用停，已经是成年人了。Let's go。OK， 转小路。一个好的外送员就是要知道熟悉各种地图。All right. 正如我说的，一个好的外送员就是要熟悉地图。你要知道哪一边是小路，哪一边是大路，这样你才能够在最快的时间使命必达，送到把热腾腾的食物送到客人手中。因为这个点外送最忌讳的就是食物已经冷掉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在最快的速度送给他。你说的有道理。All right, we here。是哪个懒惰屁股点的、啊、？Come on。All right, OK. Look at the ass, look at the ass. 看他的屁股，哎、hey, ，你们看他的屁股。Oh my god！ OK， 你的豆腐已经到喽。这么快就到了。对。今天斗赞助新台币70元阿星，会骑车吗？会骑车，我教你啊。没，你在讲什么？你有看到我撞到过吗？你有看到我撞到过了吗？没法！啊，我太快了，骑太快了。来，这个小龙。Damn， 这龙山寺，这我知道，这是万华地方。God damn！ Hey hey hey， watch out， 看路 ，OK？ 哎、hey, ，我就要告知他一下。哎、欸，你在骑什么车啊？嘿，嘿 ，stop， 下来，落来，落来，嘿，你差点撞到我，知不知道 ？Come on， 哎、欸、，stop，I tell you， 我叫你停，我叫你停下来 ，Come on， 嘿嘿嘿，你怎么骑车的？你怎么骑车的 ？Come on， 嘿、欸，你差点撞到我，你知道吗？知道吗？嘿，你不用表示一下吗 ？Come on， 我刚差点被你撞到。刚很明显是你的不对，我直骑，结果你左切过来。这就是失智症的前兆。这算是我的肇事责任吗？如果你撞到我怎么办？我小孩你要养吗？哈 ？Answer me， 回答我。Yeah。All right， 你要跟我道歉吗？现在你要跟我道歉吗？你要跟我道歉？哎哎哎，不要装没事，看向其他地方。Come on。你刚差点撞到我，这不是装没事就可以躲过去的。嘿，如果你伤害到我怎么办？我今天的单你赔吗 ？God damn！ 哎，我要怎么打他一顿 ？All right， 这次我放过你，下次你注意一点。All right， no， 不是下次注意一点，下次不要让我看到你。